为着要吸引国内外业者到台南投资，南市府除了已经建置的永康柳营新街树果四大工业区之外，这几年来积极推动七股绿林沙仑健康园区，也有柳营三期的开发，同时鼓励民间的企业主办园区扩充升级。咱除了咱家己开发以外，咱嘛鼓励民间啊吼，买当主办的迄、那个。讲迄个产业园区的规划吼，像今仔日华新绿化因嘛有一个产业园区，为17公顷扩充到34公顷，而且解决拢总包括大江 A1 的那个制造的那个产业园区，七股的那个前业高科技园区，关庙产业园区跟那个台南金融科技园区，还有龙猛等等，加起来有115公顷。为了加速民间投资的开发，也有产业的发展，市府规划都市计划工业区更新立体化的方案，相关奖励50%的立体容积率，让传统的产业升级再造。都市计划工业区里面啊，传统产业一些厂商，那他们有这个就是说容积的一些需求，那我们当然就针对就是说你奖励投资的部分哦，它有一定比例，就是那个你这个。超过这个投资的上限的话，我们会奖励你容积。那投资比例的那个奖励容积上限是15%。那另外就是关于节能绿能的部分，那节能绿能的部分的话，奖励的比例最高是5%。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所谓的捐赠空间。那我们在捐赠空间的方面，我们的可以给的奖励的容积最高是30%。计划局表示，目前团队盘点将近500公顷的土地，积极取得工业使用的许可，让厂商来运用，并且依法辅导现有的工厂进行转型，希望将人才留在台南发展，充实在地产业的能量。南天新闻王第一新闻采访报道。